农历春节可以往南区来走一走，富里乡农会打造了一个非常好玩的游乐区，有无际的花海，还有大猩猩主题以及大型鸟类稻草艺术作品，由在地艺术家、社区民众还有学校师生及青农们创作出来的，欢迎大家可以到富里乡农会走一走。这个礼拜就是农历春节，还不知道往哪里去的民众，富里乡农会告诉大家他们准备好了，一望无际的花海配上大猩猩各个主题的巨星们，还有大型鸟类稻草艺术作品，是由在地艺术家、社区居民、学校师生与青农们创作出来。如果来到这里的话，我们这里富里有很多满满的油菜花田，还有加上我们这里有1公顷多的这个我们打造的这个配合我们的稻草艺术季，这里也有满满的花田。我们现在开始种很多很漂亮的花，所以也有满满的花海，再配上我们的被种田耽误的艺术家所为大家创作今年的主题，就是我们所有全世界各种保育类的鸟类的这些稻草艺术季的这些作品，然后今年的作品有20几件，非常的丰富。总干事说，不仅是花海跟稻草艺术不休息之外，旁边的展售中心过年也是不休息的，希望来走春的民众来到富里能够吃到买足在地美食跟农特产品。最重要就是在我们的卖场是全年无休，过年期间也会为大家服务。我们这里有最好吃的米，还有最好吃的米饼，还有这里有来自我们全国各地农会精选的伴手礼都在我们这里。今年也特别与富里乡公所合作办理农民市集年货大节，所以更是广邀返乡过节的民众来到富里乡农会展售中心，有的吃有的买，重点还能放松心情过好年。记者高双双富里乡采访报道。